同志，下人冯征李国一部分，您看到呢？丙二的丁二劝人修舍，就是上面讲的三毒烦恼啊，人口祸患，就是这个世间因为有贪嗔痴烦恼，不辞造种种业，遭受种种果报。那接下来劝人呢，要修出世，首先是正劝修舍的第一点，也就是丁二有四点。物二呢是物一是正劝修舍，我们看这一段。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，我今与汝四事，也就是承上启下的上面三毒等等事情。容人用四故做不得道，四故就是人们因为用的什么呢？用的是三毒，吃三毒的缘故，由于由此呢不能得道。单俗失计，叫人们省察过错，劝要舍过，要远离众恶，择其善者勤而行之。要如何对治啊？有烦恼如何对治？择其善，劝修。爱欲荣华，世间的贪婪、无欲的爱啊，这无欲无求，那要舍掉，不可长保。皆当别离，最后都无可乐者，亦佛在世。那下面说，世间的无欲都不可乐，亦得佛在世，当勤精进。因为对弥勒菩萨不在讲，但是遇到佛啊，在佛前啊，要当勤精进。下面是劝人勤修，其有志愿生安乐国者，可得智慧明达。上面就贪嗔痴种种烦恼，没有智慧。如果能够愿往生极乐世界呢，可得智慧明达，功德殊胜，不得随心所欲。恢复精进，不得随心所欲。这段是说不要在世间造种种业，种种业想你想干嘛就干嘛呀，不得随心所欲。恢复精进就是违背了精进里面的教导，在人后也，要造恶，自然就堕入三途的苦啊，乃至做人也是做卑贱下贱的人，都在人们后面。倘有一意不解经者呢，可去问佛，当为说之。就当时佛跟弥勒菩萨讲，你们还有什么怀疑啊，赶紧问佛。我们今天没得问呢，就看经下面一书说，今以世间之事，下面是第二劝悟修出离善，这是从二十八页而来的。上面是第一，这是第二。旧中呢有四段，这个地方约有四段。从这以下的正举劝善，甚至劝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修善呢、慢之易急啊，你悠悠方方无所谓，这样呢，那么即佛在世有之请之也，不惜请先修啊。那悟在人后者，告诉人们，造恶堕三去苦的过失。他有疑疑，就是呢，假如说有怀疑，赶紧请问佛的欠修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弥勒菩萨灵解。弥勒菩萨常跪白佛白言，佛威神尊重所说快善，这是弥勒令能够理解他佛的意思的。一个是正灵解，他就赞叹佛的威神尊重所说快善呢，也说上面所说的符合道理，
真是当理的意思。听佛经语啊，观心思之，观就是通心，通到心里面去想这个事情呢、世间时耳啊，上面三毒的事情确实是如是。如佛所言，今佛慈悯显示大道，佛慈悲啊，告诉我们念佛往生阿勒刹的事是大道。耳目开明，自然有智慧了，耳目开明，常得度脱，闻佛所说莫不欢喜啊，大家可以长永久的得到解脱了。那听到这样所说呢，无不欢喜。诸天人民，下面的诸天人民汝动之类，皆蒙持恩解脱忧苦，就是其他的本，诸天一切皆为汝动，未来都因此法门而得度。那么这都是蒙佛的慈悲告诉我们，这个一个办法能够解脱，解除呢解脱世间的忧苦。佛以交界，这个交界就是通言字边那个交界，甚深甚善，佛陀教导的是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啊。智慧明见八方上下，去来今世莫不究善，是佛陀讲的一切都皆能通达。今我众等，但是听众人呢，所以蒙得解脱，所以都能够蒙佛的解脱，那么从众佛的恩呢，皆佛前，皆是皆佛前世求道之时，这自己的佛的因啊，就是佛过去世所发的愿呐、救度众生，坚固所致。佛今天能够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道理，都是佛过去世所修得、所证得的道理，都前世求道之时，坚固所致，恩德普福，所以他有这样的恩德，以众生。下面瞻佛的果德，铺路巍巍，光明彻照，达空无极，开路泥凡，这是赞叹的话。我的光明彻照，有洞达，达空无极，就洞达空理究竟的道理，到了穷极了。又开示众生呢，进入泥凡，有涅槃呢，教授点览。点览是指的是什么呢？佛的道法训示，道法训示以经典要览众义。教授就佛的道法来训，训就是教导世间呐、以经典呢，经典里面把主要的意思，很多的意思都把它包括出来，令众生呢习学，叫点览，令众生，令我们现在能够学习，叫点览，教授点览，告诉我们把经典留在今天。微智消化，和微智，我的微神，然后呢，刚强的众生，他要制服他，就以佛的威德呢，调制刚强的众生，可以说叫微智消化。消不是把众生给消化没了，不对，是这个消化啊，就是把众生给度化了。刚强的众生，佛要用威德，所以密教里面也常常现威德相，拿剑呐、拿刀啊，众生不相信不害怕，那现就威德相来降服他。
感动十方无穷无极，感动十方的制服这众生呢，众生无不受法的意思，都感动十方。就是有缘的都被度被摄被摄受了，都无穷无极。啊，我说佛呢，不但在世间、在天上以及各去的众生都要度化。佛为法王，尊超众圣。佛之法王，都要超过一切圣众。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啊，随心所愿，皆令得道。众佛随众生的愿，弃众生的机啊，说种种的法，都令众生能够得解脱。今得值佛复闻无量寿身呢，弥不欢喜，心得开明，就弥勒临解欢喜的自庆。庆什么呢？庆今天遇到释迦牟尼佛讲说无量寿佛的名声，那么我们有不欢喜心呢，得到开明。这一段是临解显得到的利益啊，你说瞻佛的德名啊，由前佛的前世啊，修菩萨道的时广弘一切法界诸佛相同，今天得到了慈悲出世呢，化度我等，恩德普故啊，成出世之意，不入为伪，那是瞻佛的威德高远。这是第二段，弥勒临解佛劝修。这上面有这样不好啊，三途的事情，三毒会造种种业，乃至会堕入三途，确实是这样。弥勒不但临解，临解以后呢，下面就重劝修舍，又再劝呢，再劝这一段又分成四点，科判十九页又分成四点。第一点是什么呢？探请弥勒临贺佛恩，先弥勒能够领受佛的恩德，这是第一点。佛告弥勒：“汝言是也。”啊，那么上面弥勒菩萨说佛，你说的是啊，他说什么呢？佛的威神尊重，所说快善，言之当理。弥勒说完了，佛有给印证说呢：“汝言是，你所讲的也对啊。”若有持敬于佛者，是为大善。告诉我们对佛要起这种敬恭敬之心。天下久久乃复有佛啊，一尊佛出世啊，离另外一尊佛出世非常的久，这就说明了彰显佛事难值，一佛很难呐、啊。今我以此事作佛呢，演说经法，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人间来。成佛说法，以法化义啊，宣布道教，断诸余网，断生死的因呢、啊，断诸余网，拔爱欲之本，把众生根本的烦恼啊，贪嗔痴烦恼拔掉了，度众恶之源，度众恶，因为有爱欲就会去造恶啊，那这个是爱欲是造一些恶的根源，根源把它堵住了啊，令离恶业。游步三界，就是深夜去教化，上面是讲口业的教化，讲多经道啊，游步三界无所挂碍，这个佛游步三界他没有什么挂碍，没有什么障碍，点染智慧，那就说明呢他这个意业的广化，所以经典以经典来教化，经典启蒙众生的智慧，众道之要啊，所以说点染智慧啊，重道是要，这根本呢、啊、我们没有经典，今天也不知道佛法的贵重。直时刚为昭然分明，就把根本东西抓住了，叫昭然分明。开示五趣度未度者，觉生死涅槃之道啊。开示那又是口业的教化，开示五趣的众生，佛不但度人类啊，而其他的众生也要去度化。度还没有度的，没有度人怎么办呢？没有缘呢，做度化的因缘，给未来世的佛出世呢，他再来，就这样呢，是什么？决证生死离完，就决定能够呢断生死，得涅槃。这是第三劝信其劝劝生呢，其信心，就要有信心呐、啊。消文可见。
那点染智慧之刚为名如来化物得意啊，什么经典智慧等等，流为世间来教化众生，发生真语昭然分明。这个字，一书跟经文呢有时候对不上啊。经文是昭然分明，这底下是昭然分明，是吧？啊，得理在怀，开示无趣。所以因为得的根本智，所以要现勤巧方便开示于众生。明慈悲备下，何对有慈悲啊？其摄受下类的众生，觉生死，觉证生死呢，所以能够离苦，令众生离苦了。啊，泥凡知道迷惑出世的利益。哦，那么这是重劝修舍的第一段，那么第二段呢？信解弥勒执佛闻法，信尽弥勒啊，能够得到闻法的事情。弥勒当知，汝从无数劫来修菩萨行，这是赞叹的弥勒呢，修行久远，从无数劫来修菩萨道，欲度众生呢，其已久远。一度的众生已经非常久远了，从汝得道至于涅槃呢，不可称数啊！从你得道一直到涅槃，那所度众生，佛赞叹都不可称数。汝及十方诸天人民一切世众永劫以来辗转五趣，菩萨在世间也在流转在度众生，那么这些受罪的众生呢，也是在永久，也在永劫以来很久了。辗转五道，犹未勤苦啊！众生在五道当中犹未勤苦，不可计言。乃至今世生死不绝，下面就闻佛闻法呀、啊，闻到无量寿佛的事情呢，与佛相知，听受经法，又不得闻无量寿佛。生死六道当中非常勤苦，一直在那轮转啊。今天呢，生死还没断。啊，能够与佛相知听经法，又能够听到无量寿佛这个名称，快哉甚哉！这是如来庆之，古助儿媳，这是佛说我助你的欢喜啊！你们总算遇到佛了，又听到这样的事。那么第三点，下面是正劝修行啊，汝今下的正劝修行，汝今亦可自厌生死，汝今。他就以弥勒为代表，他是单机者，其实是所对的其他一些众生呢、啊。老病痛苦，这劝人家舍舍什么舍老病痛苦，恶路不尽呐、啊，众生就是种种有不尽的事情，应该就身心不尽呐、啊，有生老病死就种种不尽呐、啊，无可乐者，没有一点快乐，一字决断，赶紧啊，把它。断掉生死，端身正行，下面劝修善，身要怎么去行的事情，先要呢端身正行，那是止善，欲做众善，那是做善，端身就不要做非法，不正当的行为。一个众善，下面诸诸善，诸善就是做众善呢，修己洁净，先修把自己的行为修清净了。洗除心垢，修心业，什么身修心也要修，言行忠信，那修口业，就是要不能妄语啊等等，表里相应啊，内外要一致，表里相应，人人自度，下面劝利益众生呢 啊人人自度，你再修当然能够自度啊，转向成绩，先是自利，然后劝要呢化他。转向成绩啊，你得化他离过，精明求愿，精明求愿，那怎么样呢？要发起心来，要发大愿，积累善本，这就怎么样呢？化他也要起行，叫别人也要呢修种种善，虽一次勤苦，惜一次艰难。那我们修行当然也是非常辛苦的事情，那么这里佛劝说，修行虽然是一次的苦啊。惜一之间而已，这修很短。那么这一生如果修行成办了，后生无量寿国当中，那怎么样呢？寿命长了，快乐无极啊，
也不要的目前的有一点苦，我们退却道心，要不得啊，那就快乐的长远。常以道德和民，那这就成德了。往生到那里去，你以道德和民，那就证得什么呢？无生法忍啊，以道德和民，永拔生死根本，那就能够长期的离过生死，彻底的生死能够拔掉了。无贪嗔痴这些没有，无贪畏愚痴苦恼之犯了。因为上面不讲了三毒的苦恼嘛，因为三毒会造作奴业啊，到那里去生死根本拔掉了。那么这贪嗔痴的过患的动机因没了，欲受一劫百劫千亿万劫，自然随意皆可得之啊。寿命本来是永劫，但如果说你要去他方去度化众生，那随你啊，愿意住一劫就一劫啊，百劫就百劫，随自己所愿。无为自然，到那里是清净无为。我们的世间是有为有肉，那里是清净无为无肉啊。然后呢，是以涅槃知道，再来就是真涅槃了。不为涅槃呢，自性清净涅槃，注入法性。第四点，劝舍疑惑。如等一个精进求心所厌，无得疑惑中悔啊，就不要起疑惑，疑惑了然后在那一直忏悔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怎么样呢？自为过咎，自己造过咎啊。身体边地七宝宫殿五百岁中受诸恶也，说五百岁中受诸恶，什么恶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不见佛，不闻法，不能供养诸佛，这样一个苦处。所以所谓修舍啊，应该要修善法，舍要舍掉疑惑，不能产自己呢产生疑惑，疑惑要到那里去边地当中五百岁当中去忏悔，那就慢见佛了。所以章呢应该怎么样呢？章过劝要舍，舍要舍掉疑。那第四呢，弥勒领行呐、弥勒白言，受佛重诲，专精修学，儒教奋行，不敢有疑。弥勒菩萨不敢有疑啊，那我们如果有疑的话呢，赶紧要舍掉。但是我们没有深信，多多少少还有疑，那么慢慢的学，慢慢的悔，把这个心态给它纠正过来，彻底相信，然后能善品往生。弥勒当知，这第四跟净也是一样。弥勒同修有二，先起精进以懈怠在前，上面你如何精进修行，不能起懈怠啊。后劝呢自愿勤修，叫发愿要勤修。那无德以下，无德以下就是无德以悔，疑惑中悔呢，那无德以下呢是从戒次劝呢断疑惑，始终先戒断惑，先把惑断掉。当然你有烦恼嘛，有疑痴，这东西不断自然就会怀疑。无明那就贪嗔痴，然后疑惑在后，怀疑身边地，离佛前呢远至五百岁，离到能够见佛才这么远呢，花不开，不开则不得自在自十方供养诸佛。因为花不开，不开你就出不来。你像白佛不敢有疑，名顺教呢举止。然后丁山，丁山呢是在十九页的中间那里啊，举痛恶烧业苦之过那个地方啊。也就是丙二这一段很长，那么这个丙一是关于在那里的殊胜。那么再来上面讲娑婆世界的种种不好啊，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举痛烧苦种种苦事来呢劝我们如何来修舍，令人产生怨离。因为上面上半部都是在赞叹极乐世界的殊胜劝法，现在讲这个世间的种种秽恶
劝人往生。佛告弥勒，汝等能以此事端心正义。就佛告弥勒菩萨说啊，这个地方叫探前，等于说探前启后，探前弥勒呢能够灵解奉行，你能够相信这样的事情了，那怎么办呢？下面应该怎么办？要端心正义，不做种恶。其实弥勒菩萨还做什么恶呢？对不对？他不可能作恶啊，他当来补处了。那只是说以他为代表，告诉我等的汝等，这等于说告诉等，汝没问题，等等其他的众人呢，以及未来的人呢，不要造众恶了。甚为自得啊，甚为自得，你不要造众恶，自然就会能感得了。十方世界罪无伦比，所以者诸佛国度。天人之类自然作善，不为大恶，亦可开发。因为这个世界比较难啊，难开发。在多他方国土呢，就容易化。所以说，在这个地方呢，赶紧要离恶。这比较哈，那这个地方是叫做恶第二名，善恶相形。善恶相形呢，是来自按照《加强书》是来自二十八页的第一是说什么呢？他就说不是为恶有两段呢。第一个是贬毁，贬毁就是世间有种种为恶的事啊。这个地方呢是说怎么呢？善恶相形，有善有恶。第一个在这里有两段，第一呢，将欲明恶，先明持戒者为善。因为下面讲五恶啊，五痛五烧啊，那讲的五戒啊导致的种种果报的事。所以这个地方先讲，总的讲要告诉人们呢，应该要持五戒，以五戒为根本。叹为稀有第一，所以地方就讲说能够持五戒是为第一啊。从今我以此世间作佛以下，那就第二页啊，不是我们旁边那一页啊，次页，今我在世间作佛嘛，啊，是证明无恶，此以无能以此事端心正义者，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一段文，明其持戒罪无伦比，也就是端心正义不做众恶，等于说能够持五戒，非常难得啊。赞叹稀有，明他方中呢多有圣缘，哎呀，能够他方国度为什么的圣缘？因为持五戒所感的善报，又善报强盛，说明地方他方国度的报非常强盛，作善为义，持土无舍二缘。所谓二缘是什么呢？一个是没有圣缘，而且呢，报也不强。他方国土相反有圣缘的报应强，报体强，身体很好啊，他好持戒。修善呢没有这两种缘，所以修善真难呐、啊。所以能够在这个世间当中持戒修行是非常稀有。好，那么下面是这也相当长的一段文，就讲五戒这一段文。我们平时很少看见五戒这么讲法的，是吧？这一段文呢，汉吴魏三本都有三无，都有三无。什么叫三无啊？三无就五恶、五痛、五烧，这三个名称都有，叫三无。其实是一个的，他所恶名叫犯戒的，就是恶了。恶呢会将来会遭报，就是痛。那到堕了三途当中呢，那就是叫烧，啊，只是一个烧是果报不同而已。三无，那么其他两个本就没有。唐和宋呢本没有这三无这段文。啊，什么是五恶呢？五恶就是杀生啊、偷盗啊、邪淫啊、妄语、饮酒，这就是五种。这是在佛教当中说是恶法。世间来说也是恶法，因为这是性戒本身就是恶的，叫做恶。痛呢，或视为现世当中呢，王法也会去治罪啊，身遭到会种种恶难，叫做痛。烧未来三途受报，这
情。然后持五戒，能够持五戒呢，身安没有苦，就翻前翻过来前面的五通啊，度世涅槃呐、啊，下面不是度世泥丸嘛，嗯、没有报，没有这个三途的果报，所以就不要去煎熬痛苦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这先是总是啊，这个这一段还是丁山这段文，丁山这段文很长啊。先是总的说，后面是别说，所以总说呢，有前面的三行呢是总说，有这段文是总说，就沾发。我为什么要发到这样呢？今世以此世间作佛，就讲释迦牟尼在这世间作佛。这个世间不是消停的世间呢、啊？初以五恶五痛五烧至终，最为具苦啊！这个世间就种种犯恶啊，做种种犯事，是吧？所以说，每个菩萨发愿都说，我将来成佛啊，这些名声都不要听到。因为在娑婆世界听到太多了嘛，整天都听到恶声恶名呢、啊。啊，刮大水，那就流了，冲走多少人呢、啊？又如何这般？桥梁冲断了，山体滑坡呀、啊，最近死了很多人呢、啊。我们在这里平安无事，对不对？外面都刮的水灾非常的大，啊，福建还有好几个地方，今天是高考，好几个地方高考的延期了，没办法，同时进行考，它整个城市被水淹了，学校没人都进不去，怎么办呢？啊、哦，报了教育局就只好延期了，另命考题再考，啊，时间是这样子，这是不是痛苦？然后我们听到多天，你们本来没听见，然后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听见，可是你们没离开这个世间呢、啊，那叫结构性烦恼，是不是？你不想听，我偏要告诉你，是不是这样？这时间就是为恶，啊，然后到了极乐世界，从来就没有刮大水这回事。是吧？没有水满起来这回事情，你就听不到这个事情啊，那恶巨苦的事情没有，都是听到什么念佛、念法、念僧啊，讲法的事情啊，以及到他方世界供养佛，他方世界的佛做什么佛事，啊，菩萨的身禅如何等等等等，听到这些事，啊，教化群生，令离无恶，教化众生呢，离无恶就叫大家去持戒啊。这句话的本意是要令舍五恶，令去五痛。你能够持戒了，五种痛就没有了。啊，舍五恶就是不犯五戒，不犯五戒就没有五痛，令离五烧，三途就没有了。降法其一，那降法其一就是五戒所烦的。心调过来，令持五善，令持五善就是五戒啊，或其福德度是泥丸之道啊。你五戒吃好了，就有种种福德了，起码生人天就有保障了。度是长寿，杀生嘛你就短命了啊。那么这里度是长寿泥丸之道，度是就是出世，能够出世的长寿以及的涅槃。我与，那么现在这是后，前面要分别说了，这是总的讲说五恶五痛五烧。下面佛言：何等五恶呀？何等五痛？何等五烧？何等消化五恶，令持五善，破其福德，度世泥丸之道呢？下面要一一的开解。好，我们先移出，先是总名。其一二者以下，下面就有其一二者、二二者、三者，我就是别名。先这个地方是总名。我与弥勒无余如等下，那就到五十八页以下呢，是总举三毒之过。五十八页那个就是总举，是离过修善，是就是教次说你们要离过修善。好，五恶者呢，一直杀到邪淫万淫酒。如果直接从无量寿经看，你不小心还看不出来这到底是在说什么，是吧？其一恶者这么长的一恶啊，很长啊，对不对？二恶三恶也是很长，到底在说什么呢？它里面就一两个字眼啊，总在说种种过犯而已，是这样。所以五戒善，五戒善，所以是名恶。五戒是善。能持五戒是善，那损五戒名恶了，五痛五烧名其苦报，
苦果。有恶故，所以才会烧，有烧故痛。鸡蛋大师这么解释的。那么经里面说，先是恶痛烧，他从说他的次第，所谓恶嘛，你犯戒，那就恶法。恶法呢，你先是皮肉的痛，痛完了，烧比痛更厉害呀。那么他这里说，因为烧，所以说你才痛，怎么样？他是这么解释法。何故但名此五呢？为什么只讲这五种呢？有四人喜招，这五戒是很难的。你报纸上打开，电视打开，所讲的一些事情都是犯五戒的事情。哪个地方，杀人啦，放火啦，抢劫啦，然后呢，去奸淫别人的妻子啦，如何这般，家庭破裂啦，都是因为这样的事情。那酒喝多啦，开车乱撞人呢。就常常有这样，所以说街站呢找路不要找路中间，你不要说车不敢撞我，撞我要赔我，这是很颠倒的想法，他不敢撞我。你遇到的亡命之徒，然后车失灵了，对不对？踩刹车失灵了，然后他踩刹车，他酒喝醉了，他本来要踩刹车，可是他加油门，嘣一下就过来了，不是？所以你不要这样想，你是走边一点，多少会安全一点哦。给别人开车也好开啊，这起码的文明道德应该是这样，千万呢不能把生命拿进那里去开玩笑，对吧？因为喝酒亡命之徒这样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啊。曾经好像武汉有一个人开车连串好几个人呢，他喝醉的酒有这样的事情，串了好几辆车，串了好几个人，他自己车也刹不下来，是这样。那你说就是酒就能过关了，是吧？杀到银万万一大万五，报纸上打假造假的啊，造假药，讲假话，哪里不是这五种呢？世间人都喜欢造假，所以就偏瞻，但是说这是根本啊，这是根本的事情。失人生也是这个，得人生也是这个些为根本，是吧？所以为具苦啊，神明说五戒来对治，神明这个地方讲五戒来对治的。想法其义者呢，悉心入道，令持五善，顺教修行呢，获其福德。举语言啊，两种果，就是现在和未来，你得到这样好的果报。好，现在下面是一个一个来。这个读有些文字也不好懂，这些文其实看内容没什么，有一些词句很少看见有这样的句子出现，我们平常读经没有这样的一些词句啊。那么他先是讲恶，后面是把恶翻过来是善，就是后面一段啊，比如大火红烧人参那一段呢，是说翻善，上面这都是恶，中间还讲了一些果报的事情，举其一恶的先举，下面是变一个，为什么是一个呢？啊，一一的说明，然后是变，然后总结说世间有这样的事情呐、所以将来现世会有受苦报，那么未来世乃至后世都有种种果报，这是总结。那下面是比喻，比如大火红烧人参呐。人如果说怎么样去脱离这样的大火。好，诸天人民鲁动之类欲为众恶，莫不皆然。欲就是追求，希望去造众恶，证明造恶的动机。莫不皆然，大家造恶拼命抢着造，唯恐造的不多，唯恐造的不少。强者怎么样呢？胡落弱肉强食嘛，常常是这样子。每一类动物都是如是，啊、我们常说大鱼吃小鱼啊，那么王八也要吃小鱼啊，是不是？王八还是大鱼呢，是吧？都吃啊。那么小鱼没得吃，吃啥呢？吃虾米。那虾米吃啥呢？吃泥巴。泥巴吃什么？他都没得吃了，是不是？一物都要想一物去欺负人的，人也欺负人呐，人欺不欺负人？你被人家欺负过吗？人就是会欺负人的，人类都是这样，
自古以来都是如是，那强者去欺负弱者，是吧？说强者扶弱，转向呢克贼，转向克贼就是互相去变成烟敌了，就克贼呀。残什么呢？残害杀戮，互相残杀，蝶相吞噬，互相的吃，我们讲呢互相的吞噬。不知修善，这是造恶之过呀、啊，就不懂得如何修善，只知道欺负人，欺负人觉得很爽很快，不欺负人他就过不去，这样子。恶逆无道啊，后受殃罚，自然去向恶道。那这恶逆无道，这造什么因？命不讲道理，不讲道法，恶逆无道，将来他就知道了哈，后受殃罚。就造恶的人，你不要看他造得好，那有人他没报啊，他那人干尽坏事，他是没报没来，你不要着急，他过去还有点善法还没有用完，这点善法等他用完了，你看看他报不报，因果不昧扬，因果不反应，自然如是，后受殃罚。